行，好。今天穿的好像有点太多了。对呀，真的不好意思哎，我应该谢谢你把风采留给我，谢谢。我应该要把那个里面的那个小可爱脱掉的。现在可以，还来得及。现在来得及吗？你把它剪低一点，但它一直浮上来，可恶。什么东西？那个小可爱一直往上浮。哦。其实我今天还有打一点阴影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内衣歪掉了。真的歪掉了，怎么办？我们好了好了，有了有了，好。刚头一低，发现哎，就是你不要再骗我，你跟我 size 一样，好吧？你根本卡不住。有啦，就一样。这两人私底下的交情也是像台面上这样，还是会更夸张。因为我们都走很蛮搞笑的路线，私下我觉得都很好笑。这样子哦，他其实有那个，他其实有邪心魂的，他只是用他美丽的外表包覆他的内在。对，我的外表内在。哎，对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很会说话。跟我一样。美丽的外表，但是私底下耿如是比你还要疯狂吗？还是差不多吧，也他因为露露台上那么疯狂，所以他台下也很疯狂，对，所以其实差不多，其实对我们两个其实私底下就没有什么在记形象的那一种，因为讲缺点那边就是你讲耿如好像是可爱的缺点，但他就是认真讲你小气，我真的没想到他居然就是我最爱记仇了。七月二十是什么星座啊？巨蟹。巨蟹会这么？你还问我，你到底有没有事啊？假闺蜜拜取桃哎。对啊，就是我不知道巨蟹这么会记仇哎，就是因为你知道吗？我的月座在天蝎。哦，难怪哦。哇，这娇哥要自己注意。所以说你先要报一个就是报仇吗？啊，要报什么仇？就是刚刚他说你小气啊。小气，但我如果说真的我要报仇的话，我真想不出来他还有什么别的缺点。行，你看我怎么会这么讲话，这么会讲话的闺蜜，你看连房都没有。等一下结束之后，他就立刻私讯我说，你知道刚刚怎么样？刚刚还有什么缺点想讲，就会直接都讲出来。不会，因为他讲的那个缺点是大家都讲我小气啊，我真的是会这样。而且他都没有在就是 care 说啊会不会被人家觉得小气，他就是真的很真诚的，就是哎、欸、那今天就大家着手，该收钱就是要收钱。对。没有，嘉姐也是有一点，真的假的？她同时闺蜜之外，她也是师母呢。不要开玩笑呢，尊重我。真的朋友就可以讲一堆了嘛。但是碍于她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因为也毕竟也求婚成功了，就是然后留一些面子给我，真的谢谢你，对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对。那天因为小燕姐不是最近也贴出照片吗？对对对，那天就是只要是现场的。女生、男生都哭成一团，只是哭的最严重的就是小燕姐跟我。男生有哭吗？好像男生好像没有吧，因为我视线一直是模糊的，我看不出来其他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而且他原本那个时候已经吃到快睡着了，结果突然那一趴出现，他又整个醒，然后就精神变很好。因为那天菜上好慢哦。对，菜上很慢。那耿如自己的心情。我自己的心情，其实我老实说，我真的有点被大家吓到，就是大家的突然的大哭，然后我自己有演过求婚的桥，就是被求婚的桥段，但我自己从来没有发生过，所以好难形容这种感觉。然后你心里就会突然出现很多个对话框，比如说我现在应该要哭吗？我现在应该要怎么样跟大家拥抱吗？还是什么？会有一点点，对对对，可是因为。后来因为真的很感动，所以也没有就想那么多了。可是当下很害怕的时候，想说我现在应该要做什么，我应该怎么办，会有很多的 OS 出现。最感动的那个 moment 大概是什么时候让你觉得最感动？好像是我自己讲话的时候，我被自己感动了。没有，对，他们讲好感人的话。我自己在讲的时候，因为我跟焦哥平常就打打闹闹的，不会讲什么真诚的话，然后就是不是那种会很严肃突然说对方的那一种，所以。那天突然就是在说他对我很好的时候，自己又觉得真的蛮感动的。对。那刚刚有说就是有想象过求婚这件事情，那你想象中的求婚大概是跟实际上的落差？不是，是我没有想象过，但是我演过被求婚的桥段，都没想过。所以焦哥的求婚还满意吗？其实重点就不是。场面要多大或什么的，我觉得就是如果那是对的人，做什么都对了，这样，对吧？再来一首《对的人》。哎呀，唱的不同段，我要从司徒一那里耶。你可以唱啊。哇哇哇哇！
笑死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刚刚那么感人，对对对，被你搞砸了，你看，好哟，真的是。所以小燕姐是哭得多夸张？小燕说，那个什么，是哭到吃手手还是什么的？哭到吓到吃手，然后就说啊，對，那个戒指太小了，我买一个大一点的给你。对对对，开开玩笑的，戒尾是有。结尾就是稍微出了点差错，但没有关系。对对对，回神过来，也要回，一定要回过来了。对，要回过来，因为毕竟中间都还有安插一些工作。如果我还沉浸在那个里面的话，我觉得会，对对对，就是还是要回归正轨。你那天隔天就有工作，不是一大早？对啊，我那天隔天的一大早就有工作了，还说不好意思，你们继续吃，我要先走。对，对。工作没有办法带啊，对，在演戏的时候，对，嗯，那有讨论婚礼形式吗？之前说要流水席，还没有真的继续的讨论，因为想要等我这档戏拍完之后，再去花时间想，嗯，可以吗？谢谢，谢谢。我想第一次再讨论一下这个造型如何，造型很好，哦，什么？这边右手边。左手边，谢谢。哎，这边，来这边。了解。来，中间偏左。和嘉许差不多了吗？还有路，还有路，来中间，来这里，那要裙摆好吗？来，谢谢，对，很好啊。五连拍，来中间，来这里，来这边。中间再一次，好，谢谢。OK， 谢谢。